上总统参选蔡英文高雄竞选总部晚上成立，主角蔡英文才从场外走到场中央，没想到这时居然砰了一声高台垮了。砰了一声，蔡英文和旁边同行的立委全都同一时间下线，这时站在前方的立委郭文成试图抱下蔡英文，后头管碧玲和赵天麟也伸长了手保护主席，场面一度混乱，吓坏旁边的随护，赶紧要求支持者别再上台。不过这时蔡英文脸上还是挂着笑容，不慌不乱，干脆就站在倒塌的高台中央，继续跟选民挥手。啊，就老 K， 就老 K， 一直在飞过来，啊，一个手麻了。进场过程差点摔倒，蔡英文最后还在台上笑了出来，直说是高雄人实在太热情。这场造势晚会总共涌入7万多人，许多支持者为了想和小英握握手，才不断往前冲，发生高台不堪负荷倒塌插曲，还好没人受伤。不过这一塌也让不少人捏把冷汗。TVBA 新闻综合。